排水量2489吨的岳阳客船太平轮从上海出发，工作人员124名，有票乘客508名，无票乘客约300名。东南日报印刷器材及白报纸100多吨，中央银行的重要文件1000多项，洋银200多箱，钢铁600多吨。什么结果了？超载43吨的太平轮，于晚间23时45分，在舟山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一艘载着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太平轮在45分钟后沉没，船上近1000人罹难，只有34人被澳洲军舰华尔蒙格号救起生还。元気ですか？今、上海から船で台湾へ戻ってるところです。今回、僕らの写真を合成してもらうのに少し時間がかかってしまいました。多分君も気に入っ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終戦から4年経ちましたね。未だに君からの返事が届いていないけど、全てが無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お返事待ってます。一峰，我不想去台湾。我们不是说好的，等我打完仗就去跟你会合。你让我去台湾，是担心形势不利吗？共军在北方已经取得了胜利，南方在时，上海也会跟着乱。这是你在安全的地方，我打仗才会安心。
专心。严泽宽，我来。这个月有去京城报道吗？没有。发现可疑人物。你在奉田战俘营待过？是。爱骗不？没了。来，过来。单甲骨吼。啊，上海平安怎？较乱啦。有足侪学生咧参加游行啊、抗议啊，加在药也买着。来，我买水果子。啊，搁咧掠共产党啦！啊，你啊看，看你啊，就是拢食生啦。啊，拢死啊侪人啊！啊，台湾一粒仔囝尔，啊，若有斗啊，就共产党啦。我这学生哦，真正是啊可怜啊。我看哦，车掠伊可能无倒转来。兄さんが無事にキールの家に戻ったと風の頼りに聞き、私は本当に安心しました。ずっとクン兄さんの手紙を心待ちにしています。阿母、林兄回来哦。这个房子啊，是日本军总的家，打仗的时候被盟军轰炸过，不过现在都已经修好了。一方，我每次想起你帮我穿鞋子的模样，我就会笑，可是笑完之后有点内疚。你在远方打仗，承受了许多我想象不到的压力，却把无忧无虑的生活留给我。我们的新家有一个大院子，我要把我们的兰花都种在这里。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这一次可以静下心来为你写一首曲了。咱厝的，即马敢若剩恁两个查甫人。恁大兄自本就带去了。讲好的迄一天，伊还阁大声话讲，祖国要来了。祖国回来啊！祖国回来啊！台湾国号啊！我当作中国人啊！祖国回来、啊。后来讲伊亲共产党。怎甲掠去青山？啊，恁老爸，以前嘛捌去予恁阿公阿去受日本教育，咱大个嘛是日本厝，叫伊学一下日本式嘞，安怎讲伊都唔肯。一世人做汉医救世，你无讲无答，叫大林车去啉茶。是在啉什么茶啊？拄仔好你拢无伫个啦。阿母，德坤嘛是自愿代替德涵去做兵的啊。伊一个人伫咧外口，嘛过了真艰苦。我即马上烦恼的，就是恁小弟啦。
我无希望伊阿爸阿妈安尼，你得较注意一下，哈。我要坐在阳光底下，你就安那，他就会长的嘛。你听我哪来的？不是的，不要吵。不是你要坐在哪里？我说我什么事儿？哎呦，那啊，学长，他一会儿是闽南话，一会儿东洋话，听都听不懂。你说国语。小姐，我跟你讲啊，讲这兰花哦，都要种在阳光底下，伊就会绽放出来。哎，伊就底下噜噜噜噜，我就跟你讲，要种在遐，伊就要长。你老狐狸，你回来喊我啦！先生的，阿伯有空。好，外口有病人在等。哦，哎，对嘞。李坤啊，李姐，我带一位中国人来，阿你甲看者，阿较认真嘞哦。哦好。先生，夫人，这位是严泽坤，严医师，我侄子啦。中国人啊，你会觉得手脚麻麻的吗？没有，没毒啦。没有毒啦，没毒。放心，我帮你消消炎就好。你会画画吗？怎么会这么问？我看过您的画，落款是泽坤，昭和十七年画的。你说你看过我的画？是一幅在芒草中弹钢琴的少女。在哪里看的？在他弹琴的房间里。画框后面藏了一本笔记本，就是这个。他还留下了一张未完成的乐谱，曲子很美，应该是为爱人而写的。我很喜欢，我想帮他完成后半部。我能怎么帮你？
请告诉我他的故事，了解他的感受，我才会写得更好。对不起，我的记忆里只有战争和死亡，记不得那么多。我相信这个笔记本可以把记忆找回来。私たちは何度もすれ違い、そして落ち込んだ。二人の愛はこの時代に壊れてしまった。ただ私は忘れない、あなたのぬくもりを、あなたの微笑みを。彼の沈黙が私を不安にさせた。そしてその眼差しを今でもなお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今日赤髪が来た。兄さんは肺が悪くて、弟はまだ幼い。代わりに僕が戦争に行くことが決まった。この時私には分かった。彼の沈黙は自分では運命を決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だ。日本にいるお母さんの親戚、男の人はみんな死んじゃったわ。僕は医学生だからそれは大丈夫。人を殺すのではなく助けに行くんだ。あの日は彼が戦地へ向かう前日だった。捧げるならこの愛に捧げたい。私はこの時初めて自分が生きているんだと感じた。只要战争一结束，那个秋天还要来这块芒草地上一起散步，一起看日落。我画了这幅画是不想忘记那一天。他同时做了这首曲，提醒他自己不要忘记。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听着一小段一小段的把曲子弹奏出来。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战后台湾空腹，政策是一个日本人都不能留。当他一家人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那一年我还在战俘营，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可能他真的以为我死了吧。没有，我听这首曲感觉到他一直在等你。那他为什么没有把曲子完成？思念太多，饭都写不下去，等你回来再写。等待比离别还痛苦。
是你要找的杨天虎，今天没有七十九旅的伤兵，快去抢馒头吧。报纸上说七十九旅的伤兵已经去了台湾，你的杨天虎啊可能不在了。我得想办法多点钱，我要买船票。那船票是不便宜的。我听人家说骑兵团的重伤员名单上有的。那都是为了冒领军饷瞎报的。你知道的是一个死人的后头有多少个活人在吃喝花用他的军饷吗？他不是这样的人。别再天真了好吗？现在是打仗，这部队来来去去，漫天撒种，遍地插秧的，谁还会记得谁跟谁呀？也就你跟个疯子似的，从武汉追到长沙，这又一路来了上海。他要是真活着，你们早就见面了。我信他活着。他跟我说，人要想活，就一定能活。我们从小在一个镇子长大，他随军打仗，小镇被炸了，我一路逃，一路找他。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他说，千万万个人像蚂蚁一样在地上爬。两个人遇到有多难。他还说，这是上天许的缘，打不散的。我去医院当护士，也是去找他，不管是生是死。你信他？我信。可是真真，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们再见面，你已经不再是县城里面卖豆花的余震那样。但是我还活着，活着。上海、台北，两边我都有关系，我保证你没有半趟空船。好，袁总，只要你不再继续跟中兴来往，我们什么都好谈。今天是65万，明天还会涨，你买买。能不能买？下一个。你也吃过了吧？阿姑，能吃过了吧？3、2、1，这实在没办法了，照片不交上去，家里领不了眷粮，你就当冒个玩行不？我叫滕大庆，你们叫啥呀？这也不是认真的，随便安一个就行。那后会有期，我在这等部队了，你去哪儿啊？把孩子还回去。啊，这孩子不是你的。是你要租房子啊？
我们不租给单身旅客。有你先生照片吗？有有有，上个月他回来养伤，我们仨抢着拍的。啊、哦。黄茂奇卷，茂林卷梁。其实我根本就没娶媳妇儿，我那么不诚实，江云还那么信任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夫人，不得有误。坤在家吗？去给人家看病，还没有回来。他这个月都没到景总来报道啊，务必请他过来解释一下吧。哦，还有啊，眼里美方呢？啊，在鱼市场工作，马还没回来。他可是严泽亨案件的直接关系人，务必也请他一起过来吧。哦，走。啊，你好紧，好好好，老师今天够麻烦你，这做啥过好？嗯，啊，咱今天过啥事？今天鱼啊足多啦，加买两位啦，算你较俗的，这拢今天现来的呢，你是今晚要收啊？这两只白啦，看是这个还是？德坤啊，你甲美芳是毋是去公证一下？手续办办的。恁大嫂甲迄个囡仔需要查甫人照顾，万不如恁阿嫂若改嫁别人，咱严家囝孙啊都要缀别人死。你也替恁大兄担起这个责任。感觉我娶伊，就是照顾伊。在讲啥？咱拢要问阿嫂的意见。堪讲你甲即马，还佮你少年日本迄个查某囡仔。我可不是要娶啦。嫁娶毋是用想的啦，即件代志就安尼决定。回来。啊，
顾先生好，还没吃饭呢吧？一块儿吧。不用了。我让奶妈帮你收拾了一下房子，我就没法再租给你了。不要理哭啊！哎呦，各种操蛋！我操！操蛋！别操蛋！咋个搞的？他总在打扰我。你想干嘛？我看你好像迷路了，怕你给人家欺负。欺负也不能白欺负，你给价吧。怎么你不开个价钱？既然你是来卖的，啊？我怕你付不起。试试嘛，这个世上到处都是机会，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要一张船票，去台湾的船票。这么便宜啊！我的货就在船上，去的就是台湾，弄张船票算什么呀？我可以跟你走，我那儿不方便。我倒觉得这蛮好的。我们说好了是一张船票。你当我不知道冶金是什么价钱吗？我们讲好的价钱是一张船票。那你知道一张船是多少钱吗？昨天65万，今天78万5千，明天还会涨。我不知道等我睡遍了全上海所有的男人，是不是足够可以买一张船票。你给我一张船票吧，既然你有办法，
可以再给你一次。我对你没那么大胃口，把这封了，一张船票，你要就这些。把钱拿回去，钱不值钱，是一张船票，你答应我的。你不要跟我来这套，我可以喊保警来抓你。放手！你简直不要脸！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我玩也得玩高级的，要不是全上海的舞厅都停业了，我会看上你这种货色吗？我他妈要不是看你可怜，看你还有点姿色，对你这个臭野鸡，我客气什么呀？你脏不脏，我还不知道。试试怎么知道没有希望？我相信你了，我相信你可以去相信。难道不该这样吗？德平，德平啊，阿母，我一定要去完成阿爸的意志，为着这不公不义的社会来平反。新的中国就要来啊！等到那一天来到，我就会回来。到上海干什么？我是医生，去上海买药。
母の親戚はみんな戦争で死んでしまった。私は鉄くず拾いをして母の手助けをしているけれど、日本での生活はとてもすぐに慣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みたい。キールンが懐かしい。毎日海へ行ってあなたを思います。海の水が私をキールンに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に。そうすれば私たちもまた会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に。在每天都面对着死亡的日子里，还能够有一个可以思念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夫人，这是金钟状，请节哀。行，雷夫人请坐。你弟弟写信回来没有？没有。那么他的地理老师你认识吗？不认识。没有人看到雷将军的遗体。目前我们的报告写的是生死不明。所以我才要回去找他。你凭什么不让我回上海？你常常去上海做什么？我到上海是去购买药品。请你务必配合，暂时留在台湾。为什么？他的部队有人叛降，我们正在调查。那严泽明在上海跟什么人联系？我不知道。他有参加党外活动吗？没有。我们知道，在突围之后，邱将军自杀，杜副总司令被俘，但只有雷将军到今天都没有消息。你大哥是共产党，你当过日本兵，你小弟又跑去上海。你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没做吗？我们必须要再多了解些情况，他跟家人的联系情况，比如书信。我丈夫不会投降的。我没有。你们都不明白。要是再这么转下去的话，我们就要撞到树上。you
你就像这株秋兰，三年了，她依然还是这么美丽，这么坚强。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长得很美。女神，放开一点。如果你不放开，有再多的爱，都会变成烦恼。妈，你从来都不害怕吗？从我懂事起，中国就在打仗。先是八国联军打北平，接着军阀混战。那年外婆裹着小脚，带着我们一家人从天津逃到了上海。外婆她从来没害怕过，她总是说，哎呦，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啊。外婆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党死了，都是被砍了头，是外婆亲自给收的尸。云芬，妈妈什么都不怕，就怕你失去勇气。妈，你也很勇敢。脑子不要乱，相信他。你看不起那边啊？不，那不是，那是巴拉。妈妈，你照顾阿母。我爱啦，你放心。我带一下就得走，赶去上海。这是我从母亲那边拿的安胎药，我若还没有回来，你有事情的话，可以找我母亲要打扫。谢谢。那一天我在警总见到你，是不是有雷将军的消息？
生死不明，军方还在怀疑他。原来他就是，我见过雷将军，在沈家沟战败那一天，我被带到他的军帐里。我的军医被炸死，听说你是个好医生，让我明天能走就行。你是台湾来的日本征兵，那你的日本名字叫什么？我们没拿日本名字。那我怎么称呼？我姓严，严泽坤。对不起，看来我们之间还是缺乏了解。我们在台湾是二等公民，后来他们发动了战争，我们也就被带进了战场。恐怕我必须帮你做切除手术，因为有一颗子弹头插在腿骨边上，你整条腿已经严重的感染，若不切除，你要是敢切了我的腿，我就一枪杀了你。可你这样，以后承受的痛苦会很多。我就是受不了自己少了一条腿。那麻烦你，先把枪拿开。我不喜欢人家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很执着。对自己生命里的一切要求完美。我的鞋子小半号，我脚好痛。没关系，反正我的脚也不好。哎，我跟他从一只舞开始相识，没你，我们还不会认识。缘分吧。可惜，我现在只能把怀孕当成是我和他保持联系的方式。不管多难，把孩子生下来，孩子在，他就在。是的，医生。我教你个东西。纸鹤代表你心中的思念，把它折好，他会把你的祝福带给他的。曲子我写好了，你坐这儿，我弹给你听听。曲子写好了，感觉像释放了自己，希望你也一样。Thank you.
我不走，我不想再逃。南京已经下命令撤退了，买张船票要砸破头，我费了半天劲才弄了两张。要走带娘娘一起走。你别管我，我可以回老家的，没事的。上海现在时局太乱了，不能待下去了，让我和他一起去台湾。你怎么？我怎么样？羡慕你，羡慕你跟雷将军的感情。你有泽坤啊？是我婆婆让我嫁给泽坤。我了解，只是希望泽坤别委屈了。那你呢？不委屈吗？我没什么好抱怨的。雨芬，你看这套怎么样？漂亮吗？嗯，好看。伯母好漂亮。谢谢。后天我就要穿这件去接你爸爸，这是运芬爸爸最喜欢。天已经超载了，已经超载了。上面有信，请大家先让一下。兄弟，兄弟，这船呀已经是超载了啊！要不然带着所有的弟兄们到前面那个船舱甲板，好吧？要去台湾吗？当然要啊。好，要走就赶快走吧，他们都说上海已经保不住了。这个船票你拿着。你哪弄到这张船票？我过去那姘头，他让我跟他去台湾做他的姨太太。不稀罕。
我要跟他走，跟着李尼将军的部队去云南。雨珍，我真的希望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台湾。要开船了，快走吧。来，把这个带上。记着，要坚持下去，好好活着。我走了，你多保重。帮我缓一下，我要走了。走啊！谢谢您。当心啊！记录一下死者的番号、姓名。死者是第七师九旅五十五团八连杨天虎。这位是辽宁省徐主席，因为临时决定的动了身，所以有点仓促。还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咱们就凑合挤一挤。哦，好了，没关系。我们也得号召更多人。哎，看，林氏下人都在那呢。哎，没事，还有哥。你看，李英，你哪来家？你安那找着我哎？我是讲你来上海，就一定来新加坡。阿婆叫你来啊？小孩你别来。阿平，阿婆破病啊！我今晚不应该跟你回去啊。我了解。也不过阿婆伊，明仔再见面。你敢袂记得阿爸爸讲过一句话？做人就应该学夜莺，鸣愈深，叫声就愈热心。阿爸的理想，从来拢唔包万幸过。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人坚持，理想一定有完成的一天。是够要牺牲偌济人？阿爷伊嘛是安尼。因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我社会的公益上来争取的。阿平，李兄，你嘛应该做一寡有价值的代志。你讲这句啥意思？你甲个人的幸福看甲伤重要，你安尼太自私、太软弱啊！我哪有？我嘛是家己想要过人生啊！我敢有机会？我唔是你认为李兄，我做的代志。你可能无理解，也毋过我想要你知影，我嘛毋是无理想。我只是为了一个家。阿平，无理想是好的，
哎呀，我真正欢喜你找到你的理想，会当去过你想要过的日子，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我真正破病啊！我甲你拜托，先搞回去，可以病好起来，好不？我明仔载要去解放区啊！今晚若唔走，等过年了，所有人拢会知你逃走，你到时阵要回去。就不要简单了。真没想到你也在船上，孩子们呢？跟他爸爸在一块儿呢，全家人在一起，真好。帮我看看，真不知道这床位在哪儿。为什么会是你？想不到这张船票最后还是从你那儿得到的。小沙呢？嫁人了。她根本不想去台湾做什么姨太太。港女你，她会后悔的。
不，嫁给我刘浩。迟了，一定会碰上戒严水哨的。小心一点，出了江口就好了，免得水哨发现开炮。灯火管制，管制灯火，管制灯火。過ぎし日は薄青く。
海の彼方に死に浮かぶ。音もなく砂丘の上にうずくまり、海の彼方を恋濡れて、一人ただ一人。林真，多吃点。真好吃。来来来，抓心里好啊，大家吃不掉啊。时间差不多了，该你了。到时间了，来，我们喝。还差五分钟呢，你急什么呀？我憋不住了，憋着。来来来，大姑林子啊。姨父，我听说中央银行把金库搬到船上，有没有这回事？现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重要。这次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家人才能再回到上海。重新开始。其实你该早告诉我你的事儿，我哪有脸说。等到了台湾，让我先生帮你查一查，兴许能找到那位杨班长。那就太感谢了。你也别那么容易灰心，当兵的就这样，打起仗来跟着命令走，不打仗了就随着命运走，说不定他也抓着这最后的机会，也在找你啊。先生，对不起，问一下，伤兵都在哪儿？还在船头吧。谢谢啊。今天是小年夜，大家一起来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来喝点热茶。哎杨天虎杨班长认识吗？他是哪支部队的？九旅五十五团。听说九旅全军覆没了。知道。我们是五十三旅的。有人吗？快帮我找一下我媳妇照片。啊，哎，有人吗？谁看见我和我媳妇照片啊？啊，有人吗？谁看见我和我媳妇照片了？有没有人看见？是这个吗？谢谢。请问你认识杨天虎吗？你说话声跟我媳妇儿可像了，这就是我媳妇儿。媳妇儿说话声就像你那么好听，尤其是她说那个“你”字儿的时候。这是你媳妇儿。啊，我媳妇儿。
说说你媳妇儿什么样的？这你好意思说？那啥，我跟我媳妇儿是一个村的，我俩从小青梅竹马，长得可俊了，白白净净的，而且对我可好了，尤其是一笑起来撒娇坑儿，左边一个右边俩。我拼着命能活来，也是因为他。他说我一定要活下来。可是这一上船，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了。你的部队番号是不是陆军14师8旅53团2营7连的？啊，你是不是叫佟大庆？你咋知道呢？你那罐盐吃完了吗？这咋没脚坑呢？你看得清楚我吗？我是于真，你记得吗？于，你知道的。真是天真的真，我只会写这两个字。不是做梦吗？佟大庆，是我。我真没想到咱俩还能再见到。拼着命活下来，我就想再见一面。真的，这不是做梦，一样一样的。Thank you.
生还的人。快点吧。我的，我小本子咋不见了？什么本子？那是我的任务。哎呀，别急，帮你找。一个绿色都不包着呢。玲玲，那笔记本，那笔记本上面有那个牛皮绳绑着的，那笔记本啊，快点的，是这个吗？李晨，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一定要答应我，把它交到一个人手上。不会有事的，把它收好了。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你等我啊。你去哪儿？取消灯火管制！灯火管制取消！灯火管制取消！他们酒醒了没有？还不快去检查船头的底舱有没有损坏？快呀！我以前做过护士。哦，那太好了，帮忙压死。知道了。航向180，航速8节。很太平，我们是大船，没问题的。你们看，我们的船不是在继续开着吗？佳琪啊，佳琪啊，醒醒！过来帮忙，这边有个孩子昏倒了。他好像没有呼吸了。想想这边有个孩子。这船是美国做的，怎么稳定啊？能放心。在那边。
再分开，一定要这样下去，永远不放开。
孩子，醒醒！孩子，孩子！佩佩，怎么了？这个叔叔刚才救了我，他有点累了，好像睡着了。先生，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坚持住，别睡着会没命的。是谁？干嘛？宋军，给我！你干嘛？宋军，给我！别抢啊！你干嘛？您醒醒！你那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文，你不会记得我的。喂，喂，你勇敢一点，哎，我是会记得你。妈妈！啊，在这儿。林哥。跟他同样大的孩子，没有，还得找爸爸。Thank you.
キールンが懐かしい。毎日海へ行ってあなたを思います。海の水が私をキールンに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に。そうすれば私たちもまた会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に。
玉芬，海祖没事了，你就先住下来吧，那边已经不能住人了。婆婆阿布，雷将军跟刘副官见没见过面我不知道，我看见的是直到最后一刻雷将军也没动摇过。刘志清意图说服雷一方加入共军是公开的秘密。雷将军是个真正的军人，他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阵亡的。佟大庆军师，你的证词很清楚很明白，谢谢你。另外雷将军的这本日记也详细的记录了他的作战过程，我们要留下来作为参考。不可能，这是雷将军给我下的最后的命令，要完好的把这日记本交到雷夫人手上，这是我的任务。佟信兵佟大庆，这是雷将军让我交给你的，将军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将军，直到最后最挂念的还都是夫人。一起的，我们也是阴差阳错走到一起的。夫人你好，我是于真。这个笔记本差点掉海里，是于姑娘帮我找回来的。你很不容易，谢谢。那太好了，之后夫人就可以回家了。这就是我的家。这个时代的女人，为了维持一个家，似乎注定要辗转奔逃。你是我母亲，是我认为我也是。一方曾跟我说我就是他的家，只要我在，他永远找得到路回家。不要怕哦，来用力，来，可以勇敢，来，别疼了，用力。一个孩子的诞生，总是让人觉得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就叫谭生吧。一方，孩子长得很快，很健康，有你的气质。放心，他对你，对以前的事，一点都不陌生。我总是读着你的日记，和谭生聊着你的事，聊我们的事。经常走过，从来踏不进当初的迷宫。